被我吃掉的阴影。我在讲什么？为什么雾雾的？等一下哦，是不是好一点？我，Hello，Hello， 修哲 ，Hello， 夏尔，等一下哦，还有谁吗 ？Hello， 一片天 ，Hello Sky，Hello 思琪，抢到公演票了，真的假的？期待你看我们表演，是晨晨的错，他拍摄角度那么矮。有人要抢啊？虾米？嗨，笑笑。走心个头啊，走心！阿潘应该是知道了，什么意思？为什么？跟阿潘是什么关系？跟阿潘有什么关系 ？Hello 小兰 ，Hello 傻优 ，Hello 加速，耶！五月是不是很多人会来呀？哦，我要补卧蚕了。用什么补呢？这个好了。耶！开心 ，Soda 也可以来看了。耶！肚子衣服什么？这是故意的，好不好？这是短版。Hello， 等一下，今天的光是怎样？秘书会听，我是不是有看到秘书？这次我有看到泪，对，我的脸整个在发亮。等一下，我要拿个娃娃，这样子，这样子，它就不会曝光。怎么样？耶！开心。你还在机台练习吗？真的假的？这么认真的吗？他们坐一起哦，那我是对的耶。你们的我的应援棒很好认，开心。终于我也有一个很好认的东西了。我现在在乱补妆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补妆，但是就是想补，觉得那里空空的。这样比较好，好像没有。It's okay。只能等下次，没关系。抢票成功的话，是有那么难抢吗？谢谢点的捕梦网，这次没有。哎，为什么是耶？你会拿语录的扇子？也是挺酷的，就是什么概念？心有道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吗？草莓酱，肉性感。是这样子的吗？谢谢中影的应援棒 ，Hello 九蛋 ，Hello 熊熊，晚安啦、啊！我刚洗好澡，看到吗？我的头发如此的有光泽，虽然底下已经有点染到快坏掉了嘛，其实也还好啦。母亲节可以将雨林当成是跳舞的。什么东西？你在说啥？头发有顺，其实因为我故意把它吹直了一点，可是它还是有点炸毛。因为我有烫嘛，所以我如果不刻意吹直的话，它就会整个炸掉。而且我的染这个很厉害、欸，它自动变成耳圈染的感觉，就是自动藏在内层，然后这里有一撮，看到吗？这里是防护色。我今天没有鼻子，我的天哪、啊！然后我一直拿着这盒，我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来补个鼻子，
给你们看我很凄惨的眉粉盒。Look， 看它多么的破碎。Hello Sparky， 很慈祥。塔瓦哥，你给我好好说话。草莓酱，你是来乱的吗 ？Hello 小白兔，也可以是广才，不是油油，这看就看就知道不是油，好不好 ？Hello， 还是有差的，好不好？哦，真的破水，真的，什么怎么那么黑？而且我现在完全看不到我自己啊，一个失误，会不会太黑了？鼻子有毛，其实我第一次用这个刷子画，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干嘛。Hello 中影，为什么是那个表情？Hello 黄鱼，嗯，好奇怪，我在干嘛？我就说我在乱弄。其实我以前都不画鼻影的，我觉得我画鼻影就是像一个猴子一样。但是呢，其实鼻影挺重要的。虽然我还是没有到很在意我的鼻子很塌这件事情，但是现在还是就是习惯都要画。嘿，不化妆就不是眉粉吗？怎么用在鼻子上打亮？什么打亮？人家是鼻影，打亮是另外一个呢。给你看我的打亮，其实这一盒用超久，然后因为它的颜色，我发现我完全不会用在我的眼睛上，知道吗？就是它是那种奇怪的珠光，可是可能是我买错颜色，就是它有点涂在脸上，就是会显得眼睛肿肿的那种日系眼影盘。可是它的这个其实当鼻影还不错。好，你们看不出来。嘣嘣嘣嘣，你们看不出来，哈哈哈哈。这样子。我画了个寂寞。Hello。Hello 大家，眉粉用来修容好，超好用。去买 Essence 的眉粉，那个很便宜的那个哦，它超好用的。它跟我的脸那个肤色很合，就是很适合拿来当鼻影。我完全爱上它，而且它只要99块，是不是很便宜？对，没错。不知道在干嘛。Hello， 谢谢完美的应援棒。把鼻子拉平是在干嘛？不用手抹开吗？直接涂一下就好。怎么了？你看起来有两条东西在这吗？可是正常来说就是这样子。Kate， 但因为它就是碎成那样子，所以我想说要买一个新的。然后原本是要再买一个一样的，可是其实。我平常不太会用眉粉嘛，所以眉粉对我来说就是只是单纯用来修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后来看到那个 Essence 的眉粉，我想说好像可以试试看，就算不好用也不会觉得哦什么很亏或者是什么的感觉。变熟女的是这样吗？自从上次吗？眉粉，真是谢谢你的冷笑话。我还有什么没画？我也不知道，画个眼线好了。反正都是要卸妆的嘛。
我画眼线也很随意，就是其实我原本有画，只是它有点掉了，所以补一下。哎呦，哎，它跳出去了，没关系，你们看不到。这个这次的妆吗？用了几趴？我的睫毛整个塌掉是想怎样？这次的妆用了几趴功力？可能30、50，不知道，不知道，眼尾太长了吗？是因为什么呢？今天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习惯，好，根本看不出来。用个这个，下次做蛋包饭。嗯，怎么又回到蛋包饭了？你们是多想看我做蛋包饭？一，其实我打很红，只是你们看不出来。哦，有没有看出来了？嗯，看出来了吧？做甜点饮料吗？甜点或是饮料？嗯，好像挺不错的。马卡龙 ，Hello，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虽然马卡龙好像其实也没有到很难，就是。对，可是我觉得我工具还没有那么齐全，所以可能暂时不会做甜点，除非我的妈妈帮我买打蛋器，就是那种电动的，不然我手打我可能会死掉。舒芙蕾，舒芙蕾比马卡龙还要难呢，对吧？饭包蛋是怎么样？寿司吗？寿司也没有很简单吧，感觉。醋饭、生鱼片，要生鱼片吗？应该也不用生鱼片，可能做个玉米寿司这样子。30盘，哇哦，哇哦！等一下，我的衣服直接没有拉好。巧克力超级肥。Hello， 浩毅。嗯。Hello， 浓眉。Hello， 坤坤。海苔卷卷。哦，对啦，寿司是哦，寿司是那个，不知道怎么讲，这样子的那个寿司。哦，也是可以，那叫什么花寿司？嗯，也是，好像可以试试。但寿司买个蟹肉吧，还有什么？煎个蛋。玉子烧，然后呢？小黄瓜、海苔。这次公演觉得如何？希望能挑战奇迹的时候，我想挑战，可是这个又不是我自己能说我要跳哪一首的，对吧？毒蜘蛛很刺激，很刺激是什么概念？肉松哦，对啦，肉松。这次公演，我要说实话，其实我这次公演我不知道为什么状态没有很好，我有跳错很多哎、欸，好像也不是说怎么样，反正就是可能前两次状态太好了。
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跟前两次比起来状态不一样，所以我要承认我就是跳错，然后内心超尴尬，然后还继续这样跳得很开心。Hello 大姐 ，Hello 阿翔，不要笑我。选几道喜欢食谱，下次直播来给你们选。选几道喜欢食谱，这个还不一定，因为我，你就知道我每天就是我可能当天就换一个。没有啊，我 Uni 跳的超好，我 Uni 曲跳的还好啊。是其他歌超奇怪，我竟然跳这么多次，然后其他歌可以跳错，就是到底在干嘛？笔记个头啊！感觉我跳得很好，是这样吗？不说大家应该也不知道哦，一定知道，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明显。下次继续努力，可以啦，不是什么大问题。看不出来有跳错，真的吗？其实我觉得 Uni 曲，因为沙发很简单，知道吗？就是沙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哦，除了那个鞋子让我有点走路不太顺。小心阿潘修你，他自己也会跳错，好不好 ？Hello， 小时跳错，我觉得好啦，是不太对，但是你们慢了，傻眼，就是这样子跑走的吗？也是你来，我们才刚开始讨论公演。谢谢 D 追踪我 ，Hello Jeff，Hello 小树 ，Hello， 谢谢笑笑的带我走，要继续吧？没有吧？哦，好吧。可是你可以待在这里听我们聊天，想象自己有看了我们的公演。什么鬼？什么？我一进来，然后就看到大健说什么要回果果那边是怎样 ？Hello， 星莹，我刚刚在讲什么？哦，然后制服，我应该可以讲是什么？哦，我有问，哦，对，有。有，我有问过，可以说，就是呢，我制服是帮美玲代位，然后，可是其实因为跳的位置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动作也不一样，而且就是有那种，我也不知道站位换边就会有一种，好像哪里怪怪的感觉。可是，但还因为我 Uni 曲练习的蛮多，这次比较少的是。团体练习的感觉吗？好像也还好，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不是有人说你沙发也是代位吗？屁嘞，那我跳什么 Uni 曲 ？Hello， 你是不是没有 Uni 曲啊 ？Hello， 不是哦，所以是代位，以为你有两首 Uni， 怎么可能？三台机子看，真的假的？只看你，所以不知道你。哦，怎么那么好？花圈那套没？哎，我跟你讲，那一套的衣服让我有点疑惑，你知道吗？因为它的设计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公演表演的那种衣服，它有一层，然后又一层，我觉得好像哪里怪怪，而且它中间是。我不知道成的，好像哪里怪怪，而且它中间是，我不知道哪里怪怪，而且它中间是，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反正它中间有那种绑带的东西，然后外面有一个公主袖嘛，泡泡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那一层，它是里面有一层这样子，然后裙子的东西。然后外面套一层泡泡袖的这样子的东西，好难讲。反正里面那一层呢，它有一个这样子交叉，像马甲一样的东西。可是呢，我不知道是我不会穿，还是
怎么样没拉好，是不是？反正就是那一层它就很松，很不符合那个形状，而且那件衣服很长，然后我想，那天穿起来我很像一个窗帘，你知道吗？就我也没办法，我还没有熟悉那套衣服，比较不习惯吧。是，不知道。是我的留言卡住了，还是你们没有在说话？我听不到声音。Hello，Hello， 啊，有哎，嗨，愚者。Hello， 罗喉 ，Hello， 黑流星。谢钟颖的 Love， 从头跳到尾，每一首都参，你说 Unity 吗？怎么可能？你是要快换换到姐姐疯掉是不是？洋葱没有那么多层，但是就是它就是让我有点疑惑，知道吗？然后可能因为我也是先穿了一首才换装的嘛，所以没有那么准备的很好，还是干嘛的那个衣服的那种东西，然后好像哪里怪怪的，很顺吗？哦。我想说刚刚没有留言，嘎，Hello Sam， 这次真的卡，咦？可是我的网络是好的，我的网络超好的，然后系统又怪到我的手机是这样。哦，我有跟你们说吗？我的镜头它转回来了，所以我现在看我自己看得很顺。我就不知道你们看是什么样子，但我自己看是之前的样子，之前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有一阵子我的手机画面不是反过来了吗？所以就看得很不习惯，现在转回来了。好了 ，Hello。沙发，其实我那时候练习我就蛮开心，是跟布丁还有祖祖一起跳，就是我们三个的默契配合的蛮好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在台上是什么样子，但是至少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都还不错。因为我跳舞会去看人配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好像不太好，但是。不，就是我会去看是跟谁一起跳，然后尤其是刚学的舞的话，我就会去看我旁边，因为就是整齐度嘛，所以如果别人不太会配合的话，那我就会去看一下旁边的人，然后就是改一下那种感觉。为什么要绕跑 ？Hello， 船长。三周年，好哦。袁西兰，一周凯 ，Hello 玉超 ，Hello 樱桃猫。为什么要绕跑？不要绕跑！我的留言是不是有时间差 ？Hello， 为什么感觉怪怪的？有在动吗？我的留言，我的网络是发生什么事 ？Hello， 留言要卡住了，有不谁哟 ，Choki 哟 ，Hello， 안녕，看不到留言，妈咪，你的手机用好了没？等等呢、我跟祖祖有身高差，感觉很，我们三个跳沙发根本就是一个那个讯号格，超级好笑。刀群舞女团，
你一直有动，我看到了，我现在看到了。吃完睡觉，好窝啥哟？动的不是流月星的星号啊？什么东西？我有了，它动了，可是现在又不动了，还是你们没有留言？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卡吗？WiFi 讯号吗？跟之前居住沙发，居住沙发之前是谁跳 ？Mina， 谁啊？Mina。哈？哦，没卡哦。你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好不 ？Hello， 版兔。哦，杰星跟怡真哦，你没有卡，为什么后面是接哭哭脸？还以为你当掉了，我没有当掉，是留言当掉，我当掉吗？我没有当掉，不会想多记别站位的舞蹈吗？你说，哇，旁边的火箭是发生什么事？你说 UNI 曲还是什么？哦，一排火箭，对啊，今天发生什么事？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今天没有射过火箭的人，如果今天射火箭的话，会有一个勋章。我。张哦，跟张嘴思考，好吧。Hello Tomo，Hello 志宏。多记别的站位的话，我不会刻意去记。可是，就像，比如说上次阿丽刚回来，然后我就陪她练嘛，然后我就很顺的就记好她的位置了，就像这样子。就是我不会刻意去记，可是。就是通常都是在帮人家记的时候，我自己先记起来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这次果果不是跳了前面两首嘛 ，reset 跟洗衣服，也是我教他跳的，会有带一机会，所以多记站位会比较有这个想梦魇。可能也是我们团不太会有。多记站位比较有机会上台这件事情，但是带一机会的话，通常啦，我是知道我带哪一个位置之后，我才会去记那个位置，不然很容易搞混，知道吗？就是感觉自己的部分，就像这次表演，还有可能跳错，我干嘛还要？哦，对，这次表演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我去教了国旭跳他的位置，然后就好像哪里不太对的那种感觉。没特别记得歌，对，有一些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会教他教到就我都记住了，你怎么还没记住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两个是差不多时间开始记那个位置，但我觉得还好了，就是。记太多那个位置就会搞混，知道吗？而且有些真的很像，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刚好跟你反边，就是这样。就像他，我叫他洗衣服的时候，我们不是副歌有一个噔噔噔要画一个圈吗？他跟我刚好是画完全不一样的圈，然后我就记到他的，我想说我为什么一直跳错那个圈，结果就是因为我教了他之后就。搞混了那个边，后来我就一直问我旁边到底是哪一边，然后结果我旁边站的是阿丽，然后他就说是这边没错啊，结果明明就是另外一边，他自己也搞混，他被我搞混，我就到底是怎样，不可信啊各位，变成工具人，
也不是代役，就是莫名其妙，然后就记住了，所以就哎没办法。Hello， 喜乐哭嘛 ？Hello， Kevin， 在球场好哦。问错人，不是啊，因为我洗衣服的副歌站在第二排最旁边嘛，啊，我旁边就刚好就只有林廷丽，然后我前后排都跟我跳不一样，所以我应该看前后排是哪一边，然后跟他们跳反边。好，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就想说，好，直接问一个我旁边的人，就说啊，他是阿丽，他说对啊，是这边没错，我就好是这边，结果下一次我们两个一起跳错，嗯，没办法哦。Hello 郑宇 ，Hello 微如 ，Hello， 妈妈梦的灰人出新歌了，好听。虽然我才听了两次，但是他唱歌很好听，所以就是好听。随便播哦。怎么突然间？谢谢樱桃猫的 love。MC 部分给自己几分呢 ？MC 部分我这次完全没有讲到话哦。嗯，我觉得这次的 MC 也是因为准备的比较没有那么充足，还是怎么样嘛？反正就是。而且我这次的 MC 分的时间跟之前的不一样，我之前都是 MC 室上场，就是会换好拼图的衣服之后才上场，可是我这次是跳完白色情人节之后留在场上的那一组，然后配的人也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真的有就是那种比较常搭的人就会比较默契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其实是同一组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些 MC 的时候就是不太一样，而且我们这次比较没有什么，嗯，我们会在私底下对，但是因为这次是玩游戏，所以我们也没有说对的是比如说每个人玩一次这样子，对，就是只是大概讲个流程，就说哦，到时候会这样，会这样。然后这次的主控是阿潘嘛，他我不知道他可能没有抓好时间，或者是我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时间什么的。反正就是，这次对，因为这次也算是我第一次在 MC 玩游戏嘛，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有道具，然后又。什么东西？你不要，你干嘛进来？你要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反正我们会安排好，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是玩游戏，所以也不太好抓那个时间吧。反正我们这次就这么刚好，后面有两题还没有玩完，但是还好啦。我顶多就只有吐槽，嗯。然后这次的第一个 MC 主题是分享梦嘛，梦就是，嗯，他们把我的巧克力夹心饼干吃掉了，是真的，我在那个梦里面哭得很伤心，因为他们把它吃掉了。难得有可以分享梦这件事情，就讲了近期比较有印象的。大声，等一下哦。玩游戏会有点混乱，正常。对，而且我发现，我们公演的 MC 越来越多变。从之前可能就是挑一个主题来聊天，然后到后面会有小剧场，到现在会有游戏，然后，嗯，就蛮酷的。比被鬼追还恐怖哦，是没有，但是
蛮好笑的那个梦，我觉得梦完之后觉得那个梦很荒谬。Hello， 瑶，谁偷吃你的梅林吗？没有，大家一起吃。然后我说那个是明天才可以吃的，结果他们还是把它吃掉了。Hello， 玉，我觉得这次的公演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们组只剩下十个人表演嘛，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的安口曲只有十个人，所以其实就是蛮多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吧。掰开那段笑死，对，我有我能讲话的能吐槽的地方我有尽量吐槽，因为我是分配到那种吐槽的那种。对，谢谢笑闲的带你去流浪，嗨，恭喜你下班了，新的体验。对，在梦里哭好意外，明明雨林平时都很坚强，就只因为人家把我的巧克力夹心饼干吃掉，笑死了。这样是可以的吗？想见我吗？来吧，来找我们吧。吐槽谁也不是，就是不要，应该说是我们现在 MC 比较会分，我不知道是，我记得之前是 MC 四的时候是跟头目一起嘛，可能跟头目他们就比较不会分得很清楚，说谁是什么角色，谁是什么角色。可是这次跟阿潘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说到，就是因为他是主控，可是主控不可能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嘛，所以就会有一个负，对对对，就是负荷他，或者是吐槽，或者是做什么的，对。五月公演票没抢啊 ，QQ， 没关系，你还有六月可以抢，对吧？对吧？六月还有吧？要来哦。欧牌，对，欧牌的巧克力夹心，其他的我才没关系呢。我跟 Mina 的 MC 角色位置一样，是吗？我是不知道他们组是怎么分配，可是我其实觉得我们要向他们组学习的是，他们的 MC 比较，我是不确定有没有比较顺畅，可是他们就是有人丢梗就一定会有人接，不会有那种丢到然后就啊尴尬了的那种感觉。大方吐槽阿潘，比如说被他的气势压过，是还好吧？什么吐槽阿潘是什么概念？不就阿姨吗？毕业就可以抢，好哦。有没有看到你？哦，没有哎。请问为什么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看到 ？Hello， 又是你大妈妈吗？对，我完全一直在听他们的歌。他们其他人都要被我洗脑了。不好意思，我就是属于那种最近喜欢什么歌就会一直听的那种，所以就是这样喽。连下次都看得到，笑死！怎么就没看到了啊？宝藏团，好啊，是什么呢？Girlfriends 吗？还是什么？
谢谢孝贤的花枝金锤，不是橘粉。那有看到你吗？怎么就看到你了呢 ？Hello， Hello。哦，捕梦网，我没听过哎，完蛋了。他们是什么呢？你要绕跑了，又绕跑，怎么这么多人要绕跑？你们这些人，有看到你？他们在韩国不红哦，真的假的呢？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孩子，你叫他孩子 ，Hello， 绕跑到雨林心，关起来。黑哦，暗黑摇滚风这么酷，就是没节奏哈，哈什么东西？笑死！暗黑版哦，好酷哦！好酷哦！原来如此啊！把我关在外面还是关在里面不给出去，这差很多。关在外面，哈哈哈！笑死，什么啦？你要怪果果你同时间开 ，It's OK， 跟他联播吗？他现在在干嘛？我觉得制服跟不同人跳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因为我这次是算是代役嘛，然后我就想说把他们怎么讲。就是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他们自己想好然后告诉我，我去配合他们。因为呢毕竟是代役，就是像之前的话就会是我们三个一起想好一个想要走的风格，然后朝那个故事去表演这支舞蹈。但这次因为是代役，我比较会分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这样。然后我们有达成共识，他们有达成共识，我没有达成共识，就蛮好的。制服有没有想躺地板的 feel？ 都睡这么久。你以为躺下去真的在睡吗？躺下去要盯着好不好？不然我的双下巴就跑出来了。你以为躺下去这么容易吗？要躺得好看很难呢。Hello， 是不会啦。这次制服，这个应该可以讲吧？就是他的那个麦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他有一点不受控制，对。然后反正就是我拿到一个会跑出去的麦，所以就一直在顾那个麦顾那个麦，他一直跑掉他一直跑掉，我就没办法。但是就这样吧，代役不好表达意见，不是也不是说什么，就是我比较会去分，比如说就跟你去带一别组也会配合他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反正就是让他们自己想，因为是带一谢谢版兔的小浪花。雨林有带一桥组哈，
什么东西？关门。啊、哦，原来如此，欢迎回来。呈现的舞蹈意境跟你们之前有不同吗？什么朝左耳铃？你在干嘛啦？你在干嘛啦？谢谢板兔的小浪花。意境吗？意境，我觉得没有很，没有很一样，是在我们想，我们就是我们想的那首歌是叛逆，然后怎么讲？因为我们原本我跟口哈还有小山美玲，我们三个跳的时候，那首歌比较像是小山美玲带着两个乖乖牌，然后一起叛逆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一直说我跟刘晓晴是乖乖牌，所以说我们两个跳那首歌就是有一种乖乖牌偶尔想要叛逆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比较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三个还是会有那种不同，就是虽然是三个一起跳，但是三个还是本来跳的舞风就不太一样，所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是不是有点难懂？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反正我们觉得，对，那首歌就是小山美带我们两个叛逆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有一点哼的感觉，很难说。对，然后表示我本来只有一首歌，对啊，你不知道吗？我不是有发文吗？我有说吧，我没说吗？我忘记了，有吧？我一直很叛逆嘛，哪有？然后，这次跟阿潘还有易云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他们对这首歌的解读比较是他们想要的是那种怎么讲，富家少女那种轻佻，就是那种。他们想要的是那种啊、哦，这是我妈妈从美国买回来的那种小孩跳的那种舞，是不是很难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Hello， 本王妹子，只知道你带一首，对啊，就是，千金小姐有点大小姐的那种感觉，炫富流舞蹈，你要这样说也是可以。所以这次比较多表情是那种瞧不起的笑那种感觉吗？之前跳这首比较不会有笑，可是这次有，虽然很小，但是有一点点，有一点不一样。对，谢谢 Sparky 的告白气球。Hello， 小薰。这是坎歌啊？为什么是坎歌？我本来就只有一首啊。同一首跳出不同风格，你会觉得表情很难吗？其实还好，现在觉得还好，因为制服是已经算是跳熟的歌，所以不会说是什么。之前的王子也是戴毅，你忘记了吗？我是戴佳颖的位置，那个也算是戴毅。谢谢翔哥的带我走。其实我觉得制服是，算是我一直很想跳好的一首歌，因为感觉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跟之前跳过的舞风都不太一样嘛。对，所以。
就是会想好好表现之类的。所以我还蛮开心，这次帮小三买了一条。但他还是赶快回来好了，有点麻烦。停一下有没有调好？制服，我可能要再看一次影片。我有点，现在满脑子全部都是我在台上一直在弄那个麦的画面，因为那个麦不放好也不对啊，我就唱歌就不对嘛，所以，对，所以就是要把它放好。可是我觉得制服一定有比我一开始跳的好，因为我之前去，我前就是这次表演前，我去看了我之前跳的影片，我就在干嘛？而且其实去看我这一次跟上一次或上上一次嘛，我记得上上一次开始吧，就是我跳制服的时候，我动作会比较大力，因为我发现我就算跳得很大力，也不会很违和的感觉，因为另外两个人都比较高，所以他们看起来动作跟我跳大力一点动作会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后来跳制服会比较用力在跳。对，也不是说只有制服啦，就是比之前看，因为之前练习的时候会去看AKB 前辈他们跳，前辈他们跳的舞风不一样，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很用力去表达，他们比较，我不知道什么，他们跳起来就是很有 feel， 你知道吗？反正去看了，我看的是什么白野由美前辈他们跳的吧，他们跳的就不太一样，动作差不多，可是他们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可是我没有那种长得很叛逆的感觉，所以，而且我们比较不是说，我就说不是，他哪有，是花生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一样。然后之前就会觉得哦，好像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后来越跳越觉得好像可以大力一点。虽然这次跳错很多，但觉得呈现自我风格吗？呈现自我风格吗？我还没看影片，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其实其他手也没有变很多哎，我看起来我看起来比较呆，长得很叛逆是这样，就是你不觉得前辈看起来就很适合那首歌？我也不知道。新单沙发云是设想什么样的意境？反而沙发，我要承认我沙发没有去想很多，因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从我们刚开始练沙发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三个就都蛮整齐，然后都配合的蛮好，然后虽然有一些些，比如说那种 free 的地方、互看的地方，默契还没有说弄得很好。但是其他动作什么的，至少我们三个配合的，在练习的时候配合的蛮不错的，所以从一开始就老师可能练习然后讲的时候也不太会讲到这一首，可然后也是因为还有另外一首制服跟我原本练的位置不一样，所以我也比较多去练制服的地方，是这样吗？算是吧。设想是什么样的意境？就是一个幸福的三个人，有一种家还是什么的感觉，闺蜜失恋去安慰她的感觉。Hello 浩毅 ，Hello 小勋 ，Hello 罗侯 ，Hello 阿翔，欢迎回来。
丁，之前小慧搭什么搭什么，跟小慧搭那个齁王子是不是，跟小慧搭，嗯，应该是说跟主竹搭吧。对我来说，王子那首歌比较是配合主竹，嗯，当然会不同，因为他们两个跳舞的方式就不一样。布丁就是一个这样，一直这样的。嗯，一直这样，但是会跟他说，我会，因为那首是我们三个一起表演的歌嘛，所以我会跟他说，比如说可能这首歌比较，我在我感觉是比较温馨一点，因为他的舞步也不是说那种很这样子的那种舞，所以可能就会叫他可以收一点，可以收一点，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但我也不知道，可能他的粉丝喜欢这样子的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二会磨，嗯，但是就是一定要在表演前磨好，不然上台就是看不到对方长什么样子，所以很适合我吗？认真吗？那在台上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自己觉得我像窗帘，这样讲那件衣服是好的吗？不是那件衣服的错，是我的错，自己感觉。谢谢，谢谢钟颖的文手礼。Hello， 西恩。会不会讨论比较有碰撞？不会啊。讨论的部分的话，就像我说的，我刚开始去。多加了一首王子的时候也是配合他们两个，因为他们表演了蛮多次我才去带的，所以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原本固定会有的表演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跳舞动作什么也比较是去配合他们。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我的怪毛病，我就是会去看旁边人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就跟他们用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嗨，喜恩沙发床。然后，对，也是因为那时候王子比较定型了吧，所以就是跟他们一起练习就会，哦，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沙发是三个人一起讨论，然后也会有共同的想法，所以就还好。我们沙发真的是超快就，因为我们也是说我们三个都是属于那种学之前我们会先把舞学好，就我是不知道布丁好像也是吧，可是至少我跟主竹就是刚开始知道我们要跳沙发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先去看别人怎么跳，然后先去学那个舞步，所以在我们第一次上那堂课的时候我们三个差不多都是知道动作的，所以就比较快开始在磨说每个人的默契之类的。不是算会跳舞的吗？也会引导大家的风格。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属于引导的风格。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好像也不，我本来就不算是那种引导别人的那个角色，为什么那么黄啊？
难得看到我气质里面，你说沙发吗？真的有那么气质吗？我以为跟什么之前是阿丽嘛，阿丽跳起来就是超有气质这样子，我以为跟他们会不太一样，结果也是蛮有气质的吗？因为你就知道我跟祖祖跟布丁我们三个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气质的，知道吗？慌，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 Hello。衣服的帮助很大，真的吗？是好看的吗？Hello， 嗯 ，Hello， 澳门普国。祖祖是因为太丑，但你应该有一点，哈哈，好好笑了。祖祖是有一点太丑。谢谢奕晨的爱心蜜糖，谢谢泪的比心 ，Hello 泪。笑翔干嘛改名字？布丁很有气质吗？布丁在我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是这样子的，不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跳舞很这样子的感觉。好了，可能他平常比较有气质吗？不会，在一起蛮小孩子的感觉。哦，他看起来，对，看起来很有气质，会飞。很跳这样，这样色色的布丁不会加入，他会默默的听，好不好？Hello，Hello 大家，谢谢小兰的应援棒，布丁，对，布丁就是。比我高的。他有一些时候蛮小孩的吗？不知道怎么说，可能也是他讲话或者是什么的那个感觉。Hello， 福福猫，尽量电池宝宝，对。就是从某个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他之前跳舞是什么样子，可是就是从某个时候开始，就是看到他跳舞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就觉得哇，他很有活力。Hello， 才16岁。也才差我1岁而已，这个时候就只差一岁，是吗？哦，对，哦，嗯，祝天，我还是觉得很好笑。Hello。短暂跟我同年纪，对。Hello， 人豪。我们今天10点关呢，看谁比较屁孩。你说我跟布丁比吗？哦，这是不一样的哦。因为他，我觉得他很有小孩子的感觉，是因为。他不是很喜欢布丁狗吗？然后他有一些衣服也是那种粉嫩粉嫩的感觉。对，今年要18，实际年龄可能没有10岁，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哪有啊？我哪有那么小啊？看起来，
老实说，小宝比较皮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今天也要炸厨房？没有哎、欸，一个月炸一次。炸阿比，你为什么被拿掉口罩了？心智可能会满，哪有？我很成熟，好不好 ？Hello， 潜力榜是第一名。我的脑袋哪有？只是因为跟你们熟了，然后就是跟大家熟了，所以在一起就锵锵的。好，就只有熟人限定，好不好？五月八号加班哦 ，QQ， 十加班，心智年龄是哪有？才不是这样，我哪有那么小啊 ？Hello， 等一下，心智年龄十减八也太少了吧？是还好吗？动作顺序有先讲好吗？没有啊，临时凑到的。因为那个板子是，就是那个题目什么，虽然我有加入，就是怎么讲那个题目的讨论，但是最后放的那个顺序是阿潘弄的，应该吧？对，是他有他自己安排好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会抽到什么。谁先比谁后比？你觉得呢？你觉得有吗？Hello， 阿鹏鹏，你好。Hello， 流浪到屏东。嗨，幻影战士。这是走国际化了，是不是 ？Hello， 可乐王。有点可惜，没看到我比哦。时间没有抓，我们时间没有抓好，对，没有抓的，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其实因为而且在台上就是不太知道现在过了多久这样，所以像五月，我们这次应该会讨论好，我也不知道这次的主题我们还没有定好，所以。你们想看我们 MC 做什么？对，顺便问问。对，我待会还有一个东西要问。好，好。哎、欸，可是我要怎么问你们？没关系，等一下好了。还没按出来，你看我多厉害。还是没你的事。不会啊，剑松有你。我每次剑松看到你，我就哎、欸，你不是没有来吗？的那种感觉，听到熟悉的张小宝，发生什么事？爆料大会吗？哦，我们有好多爆料，就是可以爆料的事情。然后我们上次还私底下笑说，可以出一集头目的尴尬时间，就是他真的很多他自己冷场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他的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特别容易冷场。像英文传话，然后最后一个讲中文的 ，Oh my god， 感觉很难呢。哦，头目爆料大会，对啊，原本是这样子，你就知道他有多么好笑。他私底下真的是太多料可以爆了。
那海张，是不是怀念？你也喊一下。嗨，大剑，欢迎回来。听不懂什么什么 a little bit， 笑死，我也不知道。老孙哦，张元宝吗？张 BB， 你在做什么？嗨，红点点呢？红点点在妈咪那里，去看看，快点，红点点，在那里，在那里，快点，红点点，快点，快点在那里。啊，妈咪！妈咪！它在咬啦！我就说不要把它口罩拿下来。不是啊，它现在在咬我的裤子。你为什么要咬姐姐的裤子？踩我头发，对，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笑死。红姐姐，红姐姐。等一下哦，各位等我。Hello。嘿，我肥奶奶，不小心讲广东话，并不会哦，蛮少听到他讲广东话的，我觉得蛮少的。照到姐姐身上就可以控制她，没错。Felito， 我也快笑了。我们在后台听到，我想说，哈，玲玲，玲玲有 fat 吗？还好吧。头发没什么口音，对，但很常让人忘记她是香港人这件事。你在干嘛啦？吵什么？张 BB， 这里，这里，这里。哎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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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快点，快点，这里，这里。Hello， 虾虾，你好。红点能控制你吗？你觉得能吗 ？Hello， 你觉得能吗？结果笑死，我也听不懂，没关系的 ，It's OK。像阿比呀、啊，抱抱，抱抱啦！你现在咬不到我啦，你在咬我。口罩还能讲，当然。很猛。玩游戏比手画脚有变厉害吗？嗯，没有哦。这次是，这次我抽到的题目是什么？与喵量体重。但是一下子就下台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机会再玩吧，比手画脚，可能可以跟那个两个疯子一起玩。还要比手画脚吗？不知道哎，还没安排。好，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出题我来比。 Hello 海龟汤，不是啦，你们是多爱海龟汤？是不是完全爱上了？各位，我要问的是怎么弄呢？不知道怎么找。滴滴滴，等一下哦。好，我问你们，这次的圣诞题想要什么颜色？给你们两个选择，只有两个选择哦。一个是叫什么？湖水绿，算湖水绿吗？看一下。嗯，可能差不多是这个颜色吗？等一下哦。这不是，比较什么颜色啊？我也不知道。等一下哦。对对对对，类似这样子的颜色，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是不是看起来不是这个颜色。显示起来不像是碧绿、湖水绿，反正就是蓝绿色，比较深一点点的蓝绿色吧。我就没有色号，蓝绿色。薄荷不是吧？是薄荷吗？铜绿。因为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衣服最后到底会，就是它的那个色到底是什么色，所以反正应该是这个。我想象中它应该要是这个颜色，这个它没有色号，不好意思，就是选衣服的那个没有色号。然后还有一个是桃红色。很桃红哦，我这个我也有点不确定会不会是这样子的。等一下，为什么是水性？这什么意思？不确定会不会是这么桃红。怎么不是珊瑚粉？你确定哪里有珊瑚粉的衣服给我做？太好，你会害羞，你会害羞。这不是，这哪是紫色？这是桃红色。桃红色 ，OK， 桃红。然后湖水绿可能是这个吧，这种。啊？怎么看起来那么蓝？反正就是。湖水绿，你都洗啊？都真的、哦，穿了一定很炫。对，我最近想说找一些，就是用比较鲜艳一点的颜色，比较没有人选的颜色。因为你有发现吗？现在大家都是黑白。虽然我原本也有想做黑色，但是我觉得那个衣服设计出来。然后要有那个价值的话，就是不要一直重复比较好，对吗？远远看不出是你，对，所以我才比较黑白。两个颜色剪成，没有那么多钱呢、啊，不好意思，不会买这类的衣服，对吧？啊，不是。就不是，就没有西瓜红珊瑚粉。我想要给你们看我的设计，可是我忘记传到这只手机了，真是糟糕。
在我现在的手机里面。Oops， 没办法穿去公司吗？你会穿去公司？真的假的？你都穿得起，可以配你的粉红小裤裤。设计两面不行。这次背面都是固定的呀，不一定要黑白。对，我不想要黑白，你就知道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所以就是不一样。雨林要生日了吗？还没。怎么看得出是雨林粉丝？为什么一定要应援色？已经蛮少人会选桃红色或者是湖水绿吧。可爱风还是酷炫？嗯，没有到酷炫，甜酷风。最近一直提到这个词，比较，我也不知道。你们想先看图吗？可以给你们先看图吗？这样子很没有惊喜感，对不对？冰旋风，哎，我抽到一个冰旋风，买一送一，开心。他演出的时候也会唱，就是黑白真的太多人出了，所以有点哦，不是我有我的图片哦，看了对眼睛好。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湖水绿？连接到 IG。用条码，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条码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那个是什么意思？但也是蛮酷的。帮你推广也可以。大变色 ，no， 它有深咖啡，可是那个深咖啡我看起来没有很喜欢。而且我怕那个颜色跟就是那个可以挑的色卡上面，到时候衣服的颜色会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来稍稍看哦，说不定知道会出现东西吗？怎么可能？拿内观一样的话，我可能再去问问看那个衣服实际是什么颜色。图案可以在前面，图案本来就在前面，因为后面不能自己设计。对啊，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没发现吗？今年的背面都是一样的图啊。设计成这哦，没有这种感觉哦，不是哦，不是哦。残酷的数字，我想说是怎样，我又不小心讲错了一个什么不能讲，可是明明就。上一个，有点设计失败，没有，也是不一样的风格，对吗？蛮可爱的吧？哇，旁边是还好吗？要买多一点，各位，他们还是。会看业绩的各位。所以我才想说问你们，这样子比较好，就是有参与感，会比较像卖吗？我也不知道。18岁的要好好决定未来5年可能都是什么什么。哎，是不会吧？应该不会吧？结果到时候就天哪，我不要变老这样，应该不会吧？我的想象中是不会这样子呢，可能我现在还没体会到那个感觉。做球衣，
染黑的紫色是怎样？笑死！所以，对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先去看看那个衣服的实际的颜色。你要买房子哦！哇哦！今天是怎么了呀？哎，58分了，我们差不多要念榜了，各位。你们会想先看图吗？说不定看图比较好决定颜色吗？但是先看图就没有惊喜感。嗯，你已经30岁了哦，很酷。我也想要自己买房子。拿去抵押不太对吧 ？Hello， 烦了吧 ？Hello， 承恩，是不介意。人家买房直接被比下去，你弱掉了，到时候再公布哦。好吧，那实体照是什么？可是每个人照片拍出来那个颜色也不一样哎。还是要看，好哟。买嘛，我们要念榜了，各位，大家写了吗？好啊，说不定我看到，只是我不知道是你吗，还是什么？好吧，来念榜了哦。也写完哦，我有看到你的。出桃红，然后叫拍粉红牛仔裤，好酷哦！好哦，没问题。可是其实湖水绿也蛮配你的桃红色裤裤。哎，粉红色。会希望买新出的应援扇吗？我买了，你们就买不到了。我希望，之后可以多一点。你一个礼拜，笑死！湖水绿一票，好像湖水绿比较多一点点，是不是？感觉我知道已经没了，希望可以多一点点。哦，好，晚点帮我。汪汪。第16名是泪，谢谢泪。15名是小树，谢谢小树。14名是板兔，谢谢板兔。13名是樱桃猫，谢樱桃猫。12名是逸晨，谢逸晨。11名是天佑，谢天佑。第10名是，等一下哦，完美，谢谢完美。第9名是柠檬，谢柠檬。第8名是笑笑，谢笑笑。第7名是翔哥，谢谢翔哥。第6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5名是点，谢谢点。第4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3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第2名是小蓝，谢谢小蓝。第1名是孝贤，谢孝贤。哦嘿，谢谢你们，谢谢西兰的小浪花。我明明就有先说，
谢谢点的带你去流浪，谢西兰，耶、yeah, ！谢谢你们，谢谢点的画质精粹，还有许愿瓶。Hello， 谢谢，晚安，各位。那我们什么时候？就要到礼拜五了，是不是？看怎么样，再跟你们说。是不是下个礼拜？嗯，下下个礼拜。嗯，哦，今天几号？下下下个礼拜公演吗？下下个礼拜。好，没关系。我看日历，日历在哪里？在这里。哦，它点不进去，不是这个。什么？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啊，好呀。休假吗？恭喜你。下。啊？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是公演，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下下，好像是。哦，好快哦！会不会压力比较大？嗯，多多少少还是会，嗯，因为。还就算表演那么多次，可是我们组因为就是一直在换嘛，所以每次雕舞什么的，虽然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雕舞的时间就比较少，因为我们主要都会以位置为主，毕竟每次都不一样的话，每次就是先以位置为主，然后才会去雕动作。但是有那种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就会先雕动作。但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雕的东西，下一次就是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东西还是会再雕，就是就算雕过，还是会再雕一次。所以呢，应该还好吧，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希望是这样子。好哦，只有两个礼拜，不是一个月准备，嗯，就只能自己就是。自己组再多排一些吧，还是天使的雨林吗？什么意思 ？Hello， 伯承。六月真的吗？好，好哦，等你哦。好了，大家晚安，晚安 ，Good night，Good night。半个直播的假是怎么样？嗯。